大家好，我今天呢就来到这个 Kelly 妈咪啦的 channel 啦。那我今天呢就想唱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呢。我很小的时候啊，不是很小的时候，其实我中学的时候，我的偶像就是陈晓东，这个东东。咁佢咧就以前咧唱好多好多好，即系有好多好多首歌，我自己系非常喜欢嘅。咁啊。有一首就是我的初戀歌嚟嘅，我一聽呢首歌的時候咧，我就會諗起初戀啦，同埋變成以前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嗰種好怕醜，咁所以係啊，同埋好啱我以前細個，你以前係咪都係咁噶？即係中意一個人嘅時候咧，你唔話俾佢知，跟住你躲佢，即係咁樣躲啊！即係你嗱，你擰住面望住我。我唔會噶，我係啤住佢噶。我唔係啊！哇，我中意咩人？哇，佢哇，呢個啲咁嘅眼神，我即刻匿埋啊！咁 anyway， 雖然我而家已經冇曬嗰個心態啦，已經唔係初戀嘅 feel 啦。咁但係都想回味下嘅，咁就送俾大家，愛你躲你。飛到咁遠啊！Thank you.
該要咗佢嘅先嘅。OK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咁啊，將來嚟嘅歌咧，咁就有咩歌咧？之後，嗱呢首之後咧，梗係你嘅愛在記憶中找你啦，係咪？哦，好啊。咁呢個愛在記憶中找你嘅歌咧，係咪錄緊嘅？嗱，呢個愛在記憶中找你嘅歌咧，就唔係 favorite 嘅林峰歌嚟嘅。曾經同阿峰咧一齊拍過《溏心風暴》啦，《家好月圓》啦。咁其實我好欣賞佢呢一個 artist 嘅，好勤力同埋非常之有 talent 嘅。咁以前啦太忙啦，自己背自己嘅歌詞都冇時間。咁今時今日，終於有啲時間可以回味一下以前拍劇嗰陣時嗰個感覺。咁今日咧就想送上一首林峰嘅歌，呢一首歌真係會令到我諗翻起好多好多畫面。
另外一首啦。嗱，一天一天，呢、這个一定冇事嘅。呢啲 easy song 啊，呢、這个 easy song。有事咁点？有事就真系你哋要带我睇医生啊，知唔知啊？冇事部分一定要录低，系啦。一定冇事，跟住点知？系啦，如果有事嘅，咁啊带我去睇医生咯。跟住要录一个系，如果佢有事，跟住播翻嘅，咁就好笑。嗱，呢个一千一千啊，嘅。好笑啊！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好笑啊！佢個反應好笑啊，冇個反應。你覺唔覺得有一嗰啲反應好似喜劇反應咁？係啊，我係。哇！好好寒，好涼啊！呢度好黑暗啊！呢、這個世界先喺教翻自己。哇！呢度邊個叫你熄冷氣？邊個叫你頭先話一定好事啫？呢啲最好笑。哇！冷氣機喺邊啊？哇！凍到寒到咧。頭先個遙控攞嚟晾個嘢一定冇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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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對唔住啊，我哋好中意咁笑嘅。笑人啊，真係笑人啊！